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无限赛罗配上最好的装备还是有可能的啊。最好的装备首先给无限赛罗，然后副装备我们给吉尔贝利亚带上，因为吉尔贝利亚是他的羁绊啊。同给吉尔贝利亚配上装备，就等于给无限赛罗增强啊！现在无限赛罗52万战力啊，52万战力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把这边的装备跟他一上，无限赛罗的战力又会提升。刚才是52啊，现在呢？现在53。这里带的是闪避啊，我要带攻击的话攻击会很高，但是问题我不想换啊，我现在不想换。我给他带闪避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吉尔贝利亚的羁绊，对不对？他加闪避，吉尔贝利亚可加闪避，我是这么弄的啊。好的，这里我们去找一个固态粉碎器变身器啊，固态粉碎器三攻击无防，这个很好。现在给谁用在呀？戴拿 ？OK， 欧拉啊，现在已经快速的把无限赛罗提升到很强的一个程度了啊，朋友们，这是直接无限赛罗了。无限赛罗不行，那就真不行了，那我这五次就通关不了了，朋友们。好的，无限赛罗请求出战，大家帮瓜牛哥双击屏幕点赞，评论区打满666。好的，无限赛罗现在充满了力量，请求出战，最后一次了啊！这一次噩梦还失败了，那我们只能去报一下仇，打一下困难，把他秒杀掉啊！这里已经是极限提升了，朋友们，还不行就真没办法啦。这个大我是一直留着在啊，就是等到中间去给他用的。来吧，这个大好像也没打出来个什么伤害呀，很难受呀。你怎么这么硬呢？这土魔王兽果然是超级肉啊！有希望啊，朋友们，有希望！打到现在，哇，这一波伤害可以给满，这一波伤害打满了，朋友们，可以。无限赛罗这一波立功啊，我们成功拿下5次噩梦土魔王，又解锁了一个小成就啊。OK。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